无即马救人较要紧，哦，我去开一张一百万的支票先给你。啊，无那你放心啊。勇哥还唔是钱？勇哥讲哦，恁手头有一块对真不利的录影带啦，伊叫阮将这块录影带摕转去给伊，才愿意帮阮彩玲走啦。何况咱弟只报警甲你遐起来，卡面以后阁有十几个受害。免的啦，阮彩玲还阁伫勇哥手头呢。 咱伫遮甲罗影大，交予勇哥，先甲彩玲换倒转来，啊，剩的要找伊方，咱阁偷偷找啦。我是无可能甲大提互因的啦。咱真无简单，才去掠着勇哥的空房呢。万一伊方若死甲惨，恁阿公无敢有在遮陪？你别急啊，起来，你莫安尼啦，起来。只要会当互阮彩玲安尼，我平安倒转来就好啊啦。米冠姐啊，我来你干啥啦？ 你早起来叫人来去，拢是因为你家己爱签爱搬的，你家己都要有责任的，谁人敢做人都拖到来？大哥，出去啦！大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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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令，救你！做囡仔时阵吼，就细汉，你就拢教因做人的道理。对。啊，佮讲吼，若出来社会走跳，就爱知影讲做人爱讲义气。嗯。讲为虾米安尼？你安尼目睭金金吼，啊看彩玲有性命危险，啊你佫袂摕录影带去救啦？都甲你讲过啊，客袂讲义气哦，只是纯粹凊彩讲讲尔，根本毋是用行动去证明的。从今后。啊！你就去证明啊，做一个好的模样啊，证明讲你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。证明？嗯吗？我会带录影带去甲用过端盘，安尼唔就好？啊！我都讲过啊，特别这个人哦，纯讲义气，你佫唔相信？我当然知影啊。哎呀，你这世人拢是阮上敬重的好客户。好客户，咱咪要等啦。天宝啊！你在伫咧遮啦，你有要紧无？你先对我行啦，关咧阿婆路桥，你真正会等我？伊明明伫遮尼善良，遮尼友好，啥怎一直伫受苦？早知是安尼啊，我甘愿意无叫阮妈捡着，无得开即摆人生，会当更加幸福。恁爸爸为着恁姐姐，甲世界虽然听避免，甲麦克嘛避免啊，这就表示恁爸爸真要紧恁姐姐啊。恁阿姊甲真侪人比起来，已经真幸福，真使人心酸啊。恁若是有啥物心事，恁来甲我讲啊，我愿意做迄个甲你无好的。阿不，赶快支持你的人。有你一句话都够啊！天宝啊，大哥等来哦。欢球，我是伊到，放伊走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朋友，我是来刀客用过的，替用过做代志，代替我阿姐。老弟，用个辛苦变。你去替我办一条啊代志，假使讲那办了好呢，我就答应你，收留你。只要会当救我阿姐，不管变成安怎，都不要紧。踏出一步，就不回头路啊！为了阿姐，我一定做到够。你真勇敢，你愿意保护你阿姊牺牲你家己，我真正有够无路用，我哪会这么笨？你着放心，好好等去补习班读册，千万唔着搁做戆代志啊！阿哥，卖辜负你阿姊。你是独了厝内底人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唯一为我受伤的人，阿哥。
你想做要替我做这个代志，我要听真正的原因。